对我来说，拍这个戏就是良辰美景好时光，跟大家在一起。我觉得做到珍惜当下，做好当下，收获当下，那每一刻都是良辰美景好时光。良辰就是良辰，美景就是路景，和马老师在一起就是好时光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。我觉得每天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有自己热爱的工作，然后有爱自己的家人，还有自己爱的人，然后在一起就是良辰美景好时光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